汉中的要地，绝不能落入你们的手中。这时候一定得出手帮忙才行。我们快去助阵！ 将目标定在那里，一举攻陷。 挫败敌人的斗志，好，将战线向前推进吧。各位，随我来。那是敌军的要塞，红军无备，有条不紊。 战线向前推进吧，各位，随我来。好，将战线向前推进吧，各位，随我来。 战线向前推进吧，各位，随我来。 就由我们去接管吧。好，将战线向前推进吧，各位，随我来。 这样就赢了，已经被我击败，怎么可能？
阳平关境、已经压制了药帝阳平关，这下能够更有力的战斗了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什么？北出药敌竟被攻陷了？看来我们真是无望战胜魏军啊！能不能设法接触魏将，这样就能考虑投诚了？阳平关竟然沦陷了！不是吧？总算冲破了战线，快开始进军吧。好，吾要使用此路进军汉中，一举冲入敌阵。绝不会交出天大山，一定要将此地坚守到底。带着笑容结束。原来如此，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自身的责任，神龙大人，对不起，大山已被压制，他这一要兵真是意义重大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我是叶东。只有在下的军团孤立无援，也一定要总算来了，必须为守护汉中而战。原来如此，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笑颜，你对吧？那里给敌人太浪费了，就由我们去接管吧。干得漂亮！那里给敌人太浪费了，就由我们去接管吧。
我使用真法。这里就由我来接受我使用真法。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。我们成功了，父亲，如此一来汉中就是我们的了。很好，辛苦了儿子，首次上阵表现不错嘛。父亲，汉中已经全部落入我们的手中，接下来您有何打算？目前士兵仍有余力，应该可以继续作战。但是兵战已经难以维系，当前我军只能依赖于长安送来的补给了。我有一计献上。我是司马仲达，刘备控制巴蜀之地时日尚浅，应该尚未完全掌握领地内的情况，我们不如趁势长驱直入，攻入巴蜀益州。你所言确实不错，当前形势下应该有望取下刘备的首级，但是眼下荆州有关羽，合肥有孙权，如果我军继续深入，背后必定遭人袭击。这种顾虑不仅是我军独有，刘备与孙权大概也在想同样的事。这三国的关系就是如此。正因此，不急于决出胜负，而是要先打破三国的均衡。抱歉，请原谅我目光短浅。不必多礼，今后如有献策，但讲无妨。留下维持汉中所需的兵马，其余部队赶赴东面的合肥战线。子桓，你去向全军传令。